他前后5000升，他有一台车，他想把它捐来我们公司当做那个爱心车。修的东西就是我们处理。它是什么车？一台 Focus。刚好有空，赶快把它撑起来弄一弄，赶快可以上架。但是我去看，它有亮一个 ABS。我看的。哦，非常优秀。不乖哦，好很多，发电机新的哦，现在都没过。车况就好。ご覧の番組はシャオシー自動車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所以我们的金额是131,001块嘛。对，那一块是因为那个、新年那个一月复始万象更新啊。对，所以一块我们是要把它捐出去。这个是轮速感应器的，所以是只有后面那一个坏掉，同一个。什么？后是右后，后是右。所以那个东西是这样的。它在右后轮子，右后轮那边。哦，对。这些保养，对，开起来有什么其他问题？其实都还好，就是那个会亮灯 ，ABS。通风管都这样子弄的。然后人这样接都 QV 了，你有没有看到？一条，这应该是一条整条的，到时候再用双通把它接起，不然这个真空量不够。看这个还是很干净，所以我们就把它吹一吹，清洁一下，继续使用。还没有到换的标准。哎呦，还有100%哦。然后这健康程度，这充电就表示比较少在开。嗯，对啊。然后这是内容电瓶的内容量。嗯。电瓶是好的，就是来看这里啦，一根废气管，开得到吗？开不到，空气太小。好，我们要先拆起来，再拍。这台车引擎脚是3只还是4只？你说原本的吗？对，原本3只。你说它加固这边一只，后面一只，这边一只，然后它多加了几只，所以这样，嗯，完。应该上面没一层是吗？哎呦啊，蛮脏的，干换一下好了。你看，换一下好了。鸟盖这边漏油，来这里，鸟盖后面这里。啊，你做这个？对，然后这个东西漏油了，漏油了，后面都漏了，对啊，这边也漏了，这边整条都漏了。这个也是，不，这个都是从这个鸟盖橡皮漏的缝隙。就是开始正常是这样的，对，正常是这样，有没有？然后旁边这边已经开始，从这里开始，这里有没有？这边油气跑出来，对啊，这边已经有，然后后面比较严重，后面比较严重，后面就是湿的，真的是漏油，对啊，好吧，猜，事隔一个月，看会不会漏，开起来，很好，没有漏油。下面没有，没有，那底盘没有异音的。对啊，那就是上面那些要处理。好吧，我们先来漏油了。I don't want you, but I need you. N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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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a.
我们拆洗管啊，主要就是换这一根，这一根这里破掉，拆起来就看得比较明显，有吗？哎呦，通常只要这边猫下去啊，有一横猫下去，基本上都破了。那它为什么会破？时间到了，时间到。对，这个都是寿命的问题。啊，因为它里面是走废油的，你有看到这里面都有油，有吗？这个破掉啊，真空就会跑掉。嗯，然后怠速的时候会乱飙。所以拆那么多东西就是为了换这一根，对，可恶。拆到快死掉就会这一根，就是它气门室垫片漏油的那个，你有看到整个都是油啊，对啊，油都漏出来了。那这就是它的水泵，其实它水泵的状况其实还不错啦，只是时间到了，我们这边都是直接把它换掉。然后再来它的橡皮有没有也压扁了，基本上啊，应该没有撑不了多久就会漏，正常会突出这个两个金属的外缘，橡皮，那它已经扁掉了。哦，对，它已经变平了，这边已经是平了。那它有一点漏水的迹象，但是还没有到漏出来，有没有？水垢这样就很明显，已经跑到这里来了，干脆换掉。那现在就是等交车。好，感谢，感恩。等交车，耶！恭喜新车主。他可能在，他说刚去汇钱，我们就顺便载他回来啊，顺便试车。哦，这一次我跟你讲，这次有整理很多东西，漏油的部分都有处理，还有那个叫什么？真空管也有换。对啊，然后废气管，废气管那个为什么那个要换？因为那个破掉的话会比较容易抖动，怠速不稳，就挡住了，但是开了的地方啦。其实那一只可能就好200块好了，对。可是要拆气管，就麻烦了，工钱很贵。啊，这个客人是哪里？他是目前哈在那个屏东工作吧。哦，其实我也是第一类接触。好，硕士哦。好，有时候看你的来，顺便可以试车啊。好啊，好啊。那你是做哪那个？畜牧业的吗？兽医相关，所以你是兽医就对了。对，是。哦，那等一下帮泰山看一下，他兽性很强啊，所以要帮他看一下。耶，台山，好了，我刚刚把公用车交掉了啊！你看，做好事，好心情，好天气，对啊，在这边再重申一次，就是帮强调一下哈，感谢那个原车主吴大哥热心公益，把车捐给我们，哈，一毛钱都没有拿，对，本来那个车随便像我讲换新车可以折50000，他都没有，对，把它捐出来做爱心啊！再来就是。后来标到这个是连小姐，她标了13万，也很热心，对，那对啊，她需要一台车啊，所以就标过去这样，标到了不是标过去啊，说错了，标到一台车开过去，她现在是标过去了，对，她现在已经在，我有跟她讲慢慢开，对，那中间有个小插曲，就是连小姐还更高一点点，多了1001块，那一个车主，对，哇，她说哦，问她为什么要多标这一块。他说：“哦，刚新的一年的开始，所以说一言不止，万象更新。”结果后来我发现不是，他是开一个小玩笑。哦、对，因为他买了之后，他突然爸不知道哪里伸出一台车，一样也是 Focus 给他，他会觉得这样两台车一样是 Focus， 一样又是 Focus。啊，我想讲说，叫他买一个公寓车，又捐一台公寓车，好像也怪怪的哈、啊。算了啦，我跟小师讨论，叫他说啊，没关系，那就很想下一个替补这样就好了。对，反正澳大利亚姐没意思嘛，我就扣掉手续费，我一样还给他钱。对，一块是一个小玩笑。嗯，我觉得是这样啊。今天就我大完成，第一车也交了，啊，任务完成啊，也帮他修理蛮多东西，我觉得蛮值得的。接着不是钱的问题了。我们这个新单弄好、哦，他开到屏东没有问题，就是真的没有问题。喜欢的朋友记得订阅、分享、开启铃铛哦，我们才可以做更多更好的影片分享给大家，更多的公益，对，我们才公益一样啊，陆续才会一直做啊，对啊，大家多分享，一个介绍一个，阿公就阿妈，阿爸就哈，就这样，就囝，对不？大家拢在招啦，对啊，拢在招啦，愈多愈好，记得哦，好，拜拜，耶、yeah. yeah.。ご覧の番組は、シャオシー自動車、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した。原来腿太酸了。欸、泰山、关机啊。
请好你要给我，不是不是，要捐给我。没有，这次钱最多、啊，不是什么捐给你，没塞没塞，好的。三小宝贝，我想说要捐多少钱？我捐好了、啊，那边都是啊，全部都是。哎呀、啊，你搞什么？几箱这里哦哦，我们这边更多。你看，哎、欸，几这个我们这边更多了啦。我把目前最大把的给你了。你说要来 focus？ 对啊，走走走，哦，来过几次，他有中奖。换你露露脸。哎、欸、哎、欸欸，没事。好了好了。你妹，哎、欸！我想讲，我口罩没有戴。冇给你，你戴口罩都会知啊啦，你戴口罩啊那种。已经老梗了，老梗了。好好老梗了啊、我老要玩老梗了、啊。不会啊，你太有心梗，对不对？好好，我先给他了。泰山，纯洁跟舒洁差哪里？啊？差哪里？差一个字啊？不是啦，拿来擦屁股用的。不是吗？对吧？啊，不然这样好，那顺便再问一下好了。那你擦屁股是用左手还是右手？用。右手啊，我建议你还是用卫生纸比较好比较干比较干净。啊，这是老梗呢，你有没有听过？是去捐钱，都是去捐钱。你爱大钱啊哈？对啊。所以我是讲台语，但是你去关机，关机是不是就了？关机。我们这个叫什么？统称念出来，全部，欸、不要用不用。南港展览馆。什么？你再说一次。南港展览馆。哇、啊，那你要弄大，要我不要讲嘞、啊、南港展览馆。我这说起来就很奇怪，所以我这阿拉你要弄怪怪。南港展览馆。有没有？是不是？去哦，客满哦。客满呢？打电话来关机哦。我要戴口罩。对啊，哎、欸，我也露个脸，不然等下我这期都没露到脸，啊，啊，哎、欸，阿泰山这次要去哪里？我刚刚我觉得账户就破裂了，破裂，你也，可以，你的吗？你觉得可以吗？什么社团法人维客孤儿贫童童工艾滋病儿移工无国籍。第二代这种应该塞了，只要比较，我觉得捐一个比较小的弱势的那种都可以。嗯耶、yeah, ，捐好了，对啊，每次捐钱心情都很爽。之后呢？露个脸嘛，我今天规工拢泰山，对吧？啊，偶尔让泰山露露脸了，啊，不然弄个泰山传教士。干，我没有什么可以传的、啊，传教士啊，传教士。不会，我今天讲干也蛮贴切的、啊。好了好了，走走走，我们要回去了。回去了。不对啊，你们要谢谢啊，对不对？再次，对啊，嘿，阿姨，对。你看，阿姨真的稳了。好，再次感谢原车主吴大哥。好啊，新车主，现在目前在那个屏东的连小姐。连小姐，两个人都是好人。对，啊对，新年了，新年快乐。啊，新年快乐，大家都快乐。耶，今天做好公益，就可以回去了。对啊，不然哦，他在一直催我说，你什么时候跟我？对啊。对，搞到现在差点人家关门了。对啊，走了，回去了，对吧？他不用订阅分享，开心。对啊。不用吗？要啊！哎、欸，你看啊，自拍啦！当时讲话大家拢无当坐哈，记得我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哦！好，耶，拜拜。哎、欸，我车，我车，你有车啊？阿力，没有钱没关系啦。你没记得那我师妈妈借贷吗？干那个九九出三龟，我怎么可能真的？给他签下去，真的。真惊啦！好啦，我头家交情这算袂歹啊，不然十二龟的话啦。卖十三啦，十二的话啦，好不好？加我。哎呀、啊，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。对啊。